今天是情人节，我这个没有情人的女人却一直自己给自己过着情人节。还记得9年前，我在结束了一段4年的恋情之后，我告诉自己，我就是自己的情人。从那年起，我就自己与自己过起了情人节。今年的情人节要把自驾游时中断的2个情人节补回来，先去买一支玫瑰送给自己，寓意我就是唯一不可复制的自己。然后老地方，去咖啡之翼就餐，享受浪漫的氛围。吃完西餐便去了陈仓老街，想去这条仿古老街寻味一下江南古镇的气息。然而老街初见时那么一丁点的古香古色荡然无存，很是失望。2000现金，都给你吧。2000？你打发要饭的呢？我可是你亲闺女。那你这样吧，你跟你妈要，你妈比我还有钱。爸，2万也行，2万。那小子是个宝啊，好好待他，你会有惊喜的。回到家，空气炸花生米，开始追剧，一部假日暖洋洋的连续剧，刘涛的出演。牢牢地锁住了我的眼球，很喜欢刘涛，美的雅致洁净，只要剧中有刘涛的身影，我便一追到底。我要看剧了，姐妹们，情人节快乐。